据悉，吸引定居加拿大已久的台湾女星王祖贤下月有意复出。昔日恋人齐秦日前透露，她三四个月前主动关注我的微博，让我又惊又喜。齐秦与王祖贤相恋17年，有情人未成眷属，但感情早已升华为家人。齐秦常年关心王祖贤与其家人，王祖贤的奶奶患有老年痴呆症，齐秦一直劝她多回台湾看看。谈及旧爱，齐秦表示，我是有家庭的人，也不方便多说些什么。她在这个圈子里没有太多真心的朋友，多少有些孤单。近日，王祖贤主动上传近照，齐秦赞他气色佳，外形变化不大。他那么多年没工作，能复出绝对是好事儿。对王祖贤献上自己最大的祝福。王美人这边刚刚传出消息复出，小哥就开出一条大路护花。祖贤姐姐的复出之路有齐秦保驾护航，又有自己坚实的基础，想不一帆风顺都难呢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马五之夜再度引爆全球。最新 style 即将横空出世，秒叔韩国首尔演唱会，4月13日17:30，优酷音乐独家直播。